纯情感现在还是。那个麦迪这怎么没号啊？这衣服，你穿了一没号的衣裳。这是现场要现粘啊！哎呦，这个、是什么情况、啊？这比赛要全国直播的，对，35就开打。我们当然看我们网络直播，大家有点优势，可以大概提前看那么10分钟。但是现在估计中央电视台那边。也得看到这个现场这个混乱的情况啊！对，不是为什么这准备一件球衣没号啊？这球队的工作人员这干嘛去了？这都这么重要的比赛啊！麦迪一边那边后边贴着呀，一看球迷朋友都给他拍照，做一手势。我觉得这时候应该贴个一啊，最简单，最简单啊！哎呦，贴个九，还贴到了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个有点山寨啊，这个这是堂堂 CBA 联赛啊哈。哎呀，自己的最大牌球星连自己广告。麦迪第一次拿球，麦迪仍然是用他的，哎呦漂亮，好球，第一个球竟然用扣篮，对啊，麦迪也是笑了。麦迪的左手突破能力啊仍然是非常的强。哎，这也让绿营让很难。麦迪的三分球，哎呦真不错。对啊，麦迪很果断，离着三分线还有大概半米的距离出手。吉哲防了，换了啊，换人防了，换吉哲防麦迪了。吉哲防麦迪，麦迪面框攻，哎呦漂亮，2+1，这是麦迪出色的手感。对，麦迪就加强突破，一看你贴我，加强突破，这是给他左手，麦迪左手突破，这就是赵小川，我过不了你，我背身打。嗯，吉哲我背身打费点劲，我开始正面攻。正面攻，嗯，一圈篮子，然后老麦迪再来，麦迪还要打，转身，哇，漂亮！今天这麦迪火力全开，攻很简单，你移动，然后等着老马给你传球。哇，麦迪的三分球。16分了，丹姐。16分，您只要了一暂停。老马哥，哎，麦迪还做了一个抢断。哇！漂亮，麦迪。严控啊！扣完之后看着吉哲。啊哈，这球有点意思。对，麦迪实际上我们看弹跳已经不高了。不高。这很有点勉强，其实，但是力量大。对。他不怕身体对抗。这球是，其实是我觉得他的所谓胆量更胜于身体的这种爆发。你这边麦迪得分这么困难，这边莫里斯随便来，23分麦迪。但是，哇，吉哲，22分了。哎呦喂，这个进攻犯规。因为吉哲今天好像对麦迪确实有几次挑衅啊，嗯、但是麦迪这个动作。很不冷静啊！对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按照我们篮协的规定，会有追加处罚之类的吗？那倒不至于，那倒不至于。哇，这下啊，哎呦，直接给一肘啊！吉哲冲他摇手指头，这摇手指这下真是不太友好啊！确实不友好。对，但也不至于这下。确实不友好，但是你不能这样。对。啊，那边冲你摇手指头，你也冲他摇手指头，是吧？精彩互动，现场的球迷朋友们，进入暂停时间到。麦迪在板凳席上很高兴。很高兴，说老马这什么情况？